嫁祖囝啦，哎，阮校长啦。这是台南的青草国小，校长带着毕业礼物贵牛车，要甲毕业生寄出去。我们想说，他们这一年是属于属牛的一年，哎，这样我们就来把毕业生当作我们的女儿一样嫁出去。老师很用心，心情很开心，恭喜哦！送上毕业典礼了后，校长引带着牛车去到十个毕业生的厝内送毕业证书。另外，桃园中兴国小今年唯一的毕业生台雅族的活动，连毕业歌拢是量身打造，也有专属的 MV。一张桌椅带我飞向了世界各地。干那一个人毕业，其他99名师生为半年前就开始为伊策划这边的毕业典礼，甚至搁加做一条歌。难免就是会觉得比较失落一点，所以一直在规划说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觉得，其实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是非常众所瞩目，然后得到大家的共同关爱的。我们从2月、3月就开始教全校的孩子唱这首歌了。这可能是历史上上届特别唯一一个人的毕业典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拢在线上祝福。我决定上课专心。县长阿伯满满的祝福无法当面递送给您，只能跟你视讯，希望你能感受到县长阿伯屏东 style 多一度的祝福。连县长潘平安拢来个祝福，因为疫情之下无法度大家见面互相讲再会，所以校方就加紧脑汁替为了毕业生办一个特殊的毕业典礼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